各位老少爷们来捧场，不过今天的票啊全都卖完了，真的一张也没有了。
少爷的镜子。真穷。郑太太的旧账。哎，还有。谁这么派的？这个真是郑司令的四姨太。听说呀，还是太和大戏院的大子孙。京城有名的萧继花，叫裘玉香，她是李董事长的姘头，听说还跟梁胜春有那么一腿。是啊，哎，这福是谁？这唐总府的大小姐。今天呢，热闹了。说的，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下三滥的李大头，姑娘是卖艺的，不是卖身的。哎呦，这是怎么说的呢？啊，老总，您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莲花姑娘，哎，莲花姑娘，可别这么有层轴子。人家李将军虽说是粗人出身，可也学了个时髦温柔性啊。再说了，罗掌柜怎么不拿这没人味的话跟你家闺女说去？真是太欺负人了。老板来了。老总，你们回去给李将军带个好。赵管事，该打痛开锣了吧？是。灵儿，回来。梁老板，定的这么满，我可唱不下来。再说我们老太太就要来了，我得陪老人家些日子。灵儿，没规矩。梁老板，这点面子您不给我倒没什么，您这觉得可是李将军的情啊。什么李将军？梁老板，郑太太说请老板散了戏以后到同和厅去吃夜点。回了。哎，还有庞总署小姐的名片是说请老板散了戏以后到集市林去吃西点。回了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陈公馆的陈大少爷要学戏，明光照相馆开张要给您拍戏方照，报馆记者李先生约采访时间，福祥绸缎庄新到双面绸缎和英国开四米大衣你送的让您过目，成衣铺孙掌柜的要老太太衣裳尺寸样子。我问的是今儿晚上。还有一个姓裘的交际花也说今晚上让您到他家去吃夜点。杨老板，我就去回了。不，就说我今儿晚上一准去。哎
哎呀，梁老板，您怎么还剩着呢？该您上了。哦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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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城的风流娘们全都给捣腾出来了，感觉出息的师哥还行吗？行啊，怎么会不行呢？二哥，你别着急。而把手不能顶起，这边杀去。俺不便打下好炮，便携瞌睡虫儿，叫他们装作酒儿睡。两个虫儿今日睡去，待俺闯进而要吃。
好东西一时也能吃得尽。有了，要按八十毫毛编过口袋装箱回去，与俺的师孙们一同享用。陈师兄在岸走了吧，我们溜了吧，溜溜。林老板说他没有时间陪你，您别生气。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还不愿看他那张猴脸呢。哼，走，走开。得了。太太的好意，不巧今晚上他没空。说他今晚上一准来。他不识抬举。哼，我可是从一而终啊。开车。何掌柜啊，梁老板，李大头可是生着气过来了。我看好汉不吃眼前亏啊。梁老板，我跟您就把这合同签了吧。哼，
李大头是个什么东西，他不过是个吃细饭的混混。哎，好，您过来。刚才您对那牛群怎么解释？梁老板，您就听我一句话吧。今儿莲花姑娘得罪了他，您要再不签合同，梁老板，今天这关怕是过不去了。梁老板，看在我罗某的面上，您就签了吧，签了吧。各位老少爷们，为了大伙的饭碗，大家都给梁老板跪下吧，啊，跪下吧。梁老板，您看看，大家都给您跪下吧。梁老板，您就签了吧，签了吧，签了吧。您大伙都给您跪了，梁老板，您就不正村哥。梁老板，可怜我们老少爷们儿吧，梁老板，签了吧。没有，我听大伙说，签了吧。一家老小都赶着吃饭呢。是啊。没有，村哥，您就签了吧，梁老板，咱们兄弟一场的。对，梁老板，梁老板，您就签了吧。梁老板，您就签了吧。哎，梁老板，快罗掌柜啊，这下可不好。是啊，大伙的饭碗保住了。对，怎么回事？让老子等了这么半天。将军，梁老板签了，该将军您签了。哼，什么他妈签字？这儿。老子信这个。好，将军，您走好。这是爷们儿说的。哎，老家，老家，老家的，老家来，让给点，让给点，让给点，让啊！哎，老家，老家，让给点，让给点，让给点，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。哎，杨老板，您的照片明天见报。钱管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老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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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家啊！莲花，有事吗？不不，没什么事了。那好，明儿再说吧。你先回去。明儿还是托你照看吧。我呀，嗯，小宝贝儿，你怎么不来呀？你又骗我呀。你喂喂，大力，我的老可怜，明天我一定来啊，一定来。哎，盛春，
今儿就派我一个吧，啊，你，你不瞧瞧你的德行，我再也不喝酒了。酒管得了你，你管得了酒吗？莲花，盛盛哥，二哥他可来找您好几趟了，您就给他安排个活吧，行吗，盛盛哥？我是怕他喝酒误事啊，可他不会再喝了，真的不会再喝了。
请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哦，好。坐吧，哎。
来我也给老太太磕一个。哟，张老板，辛苦辛苦，屋里请。哟，方经理到。哎呀，方经理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张老板，您好，您好。这是郑太太送给老太太。郑太太送老寿星金佛一尊。谢谢。好，请请。我来拜。走走走。哎，赵管事，您您呐那边请。嗯，赵管事啊，二丑呢没来。嗨，眼不见心不烦，省得脏了您的眼睛。平安了哟。谢谢王大人。王大人您慢走慢走。请请。哎，王大人这边请这边请啊。我替家母敬大家一杯啊！干，老太太，走走走，干干！哎，梁老板，冯大人，请二位，来来来，别客气，梁老板，无愧端主。梁老板今天晚上还有戏，不能再喝了。我看还是让他给大家唱一段吧。哎呀，唱一段，唱一段，唱一段。在乡下，家贫哪怕人瞧不上。还没来到我，不一块肉。哎呦，二手哥来了，哎，来来来一碗，给二手哥买买买了，来买上，好好，买上买上买上，哎，二手哥，老太太赏你，您得喝，喝。年纪衰满七月里不嫁美猴王不唱了，这猴二丑呢？滚蛋了！今儿梁老板自个儿草班唱三调芭蕉扇。嗯，好，你们回去吧，啊，走吧走吧。好，晚上来啊，晚上见。别喝了。嗯，昨天没能喝上老太太的庆寿酒，今天我把它补上。
吉祥，你看你都喝成什么样子了。你不就要的是这个样子吗？不就是要这没有灵魂的躯壳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，在你心目中，我只是个贱人，是个拿不出手的娃子。你怕我给你丢人是吧？你怕我扫了你一姐的面子是吧？那你为什么还要来？还要来管我喝不喝酒？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你要我怎么办？我要你知道，我是人，是个和你一样的人。方经理，梁老板又找那家去。妈，一张票两块啊，两块，两块钱，两块钱啊！哎，到晚上可全得听我的啊！哎，算你有运气，白看戏还给钱。嗯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到时候听我的。你很贱，你就像那个在这被放在安排，你也上来一个，你看。哎，你在这儿盯，我再把后台子看看。哎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不算。您倒是听我说呀，莲花姑娘，莲花姑娘，这可全得靠您救下了。梁老板到这时候还没找着，你要不卯上点劲儿，那大伙可就都砸了啊！莲花姑娘。正面看头面，只当我们替梁老板莲花姑娘这一招了。有什么呀？
少爷，哎，少爷啊，梁老板到现在还没找到啊，找去。方经理，方经理，您不能怪我呀。哎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。今天这个事儿全让二丑那小子给搅了。梁振春抓不到手，太和戏院不是白干的吗？别急嘛。二丑，二丑，二丑，你等等啊，二丑，二丑，二丑啊，救丑如救火，这是酬劳。哎，咱得把话说明白了，打今儿起咱们谁也不该谁的。啊，拿着，哎，拿着，哎。
熊骨头。天气冷，坐在外面要当心着凉。我不冷，披着吧。前天我误场，可累着你了，身子有病，要懂得会养啊。我早没事了，那天幸亏二哥救场，要不是他，戏园子准砸了。是啊。我上当了，外面还不知怎么传呢，人言可畏啊。离言误场也是常有的事儿，不要紧的，你再排个新戏，拜见一下各方，事情就会过去的，真的。过去的莲花，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像你一样，那这个世界该是多么清新，多么美好啊。看你说的。哎，你绣的什么？你自己看吧。你的小毛丫头都变成大姑娘了，这莲花经一定是给情郎绣的吧。他是谁？妥了，三千的票。慢回身。好，谢谢。我二哥呢？姑娘，这是他来的地方吗？那也不是我来的地方。李将军到。哎呀，将军光临，这是蒙蔽生辉呀、啊！新戏一定大顺特顺，到时候您可一定要。将军，您啊，请哦，请大夫，哎、啊，老掌柜，都到齐了，您看着。嗯，好，诸位，诸位，请随便坐，随便坐，坐。将军，吴老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好，坐这儿。好，今天这酒，方经理，您来，您坐这儿，您可一定要喝好啊。嗯。哎，梁老板呢？是，刚才在这儿，刚才在这儿。你看，莲花，你怎么了？春哥。一个莲蓬都能容下那么多莲子呢，莲花为什么不开在春天呢？傻丫头，杨老板，杨老板，李将军让莲花姑娘去给他剥螃蟹。
将军，我来给您包啊。混账，谁让你赖什么包？咱队友张票今儿没了，就没张没了，来一张，就给咱队友一张怎么样？今儿我都伺候不起了。各位老少爷们，大戏马上就要打破开锣了，大家怎么还不进去看戏呀、啊？组长会吗？老总，你们干什么？奉郑司令之命逮捕你。这是姓方的部的文法场。哦，姓方的，你个天杀的呀！哎，罗掌柜被全部逮走了。不上。姓李的抢走了白莲花，姓郑的抓走了罗掌柜，咱们的戏还怎么唱？咱们唱戏的还活不活了？这叫什么世道呢？完了！杨老板，您可千万别着急啊！事到如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戏可还得唱啊！啊！快回去吧！什么玩意儿啊？叫还快演啥呢？看不见玩意儿，大家伙儿啊！
姓郑的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嗯，哼，你把肠子肚子都卖给他了。嗯，李将军，这可是冤枉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哼，你不是就想让姓梁的到太和去唱戏吗？有这个合同在，看着姓梁的赶到哪儿唱去。嗯。他唱到哪儿，我砸到哪儿。我真太真了，李将军，我已分了。李将军，你别给想的为难呐。您的心思我知道。嗯。莲花是叫姓裘的给劫走了。妈的，姓裘的婊子狗仗人势。不是小的说你，对女人不能总舞枪弄棒的，强扭的瓜不甜嘛。这事儿包在我方某人的身上了啊。真的？我一定叫这小娘们儿乖乖的伺候你。哦，你真的能办到？嗯，那你什么时候把那小娘们儿给我送来？将军，只要您对太和高抬贵手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啊。事情办好，一定谢你。嗯。姓方的，你也太缺德了。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这还不是为了梁老板，这怎么能说是缺德呢？哟，这么说这些日子你忙活的竟是替人行道了。哼，我方某人脸上有疤了，就不怕别人说丑。我盖太和就是为了抓棵摇钱树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一香，我这还不是为了捧梁老板吗？哼，好一个为了。一香，难道你对梁老板也见死不救？呵，您什么时候变成善人，行起善来了？哼。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李将军要莲花姑娘，这事儿躲得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，还不如委屈莲花姑娘，这样既救了梁老板，又保住戏班子。就是你裘小姐不也是？够了，我不是卖人喝血的人贩子，你给我出去。好，我走。你那小心眼里再好好掂量掂量分量。Thank you.
是这么回事，年方太和开张，今天破财，要个扮鬼的。啊，这不干，这事不干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走。这个数啊，别走，这个数，这个数，这个数也不干。嗯，二手啊，行，就是你说你把姓梁的抓到手了，这是钱，拿去。你把人先给我五天用用。这哪行？哼！嗯，这种事哪能着急呀？要是让郑司令知道了，我可吃得不起。你管不着，哼！哼，咱们俩谁跟谁呀？嗯，哼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呀？嗯，走！哎呀！走吧，走吧。姑娘，你行行好，给俩钱儿吧，啊？姑娘，多福多寿啊，啊！莲花，我怎么报答你才好呢？干爹，你把我送回家去吧。梁老板，为了您，我可不惜血本。买下了这合同。李大头这王八蛋，想用这合同坑人。王经理可真仗义。这下可好了，太和大戏院可恭候您梁老板大显身手啊！经理，您真积了大德了。梁老板，您看这，嗨，您瞧我这记性。梁老板，郑太太先垫下的五天场租钱还在这儿呢。哎，莲花的下落打听了没有啊？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安排，您就放心养病吧。啊，那您多受累了。
杨老板，好吧，那我先忙活去了。您坐啊。那我也告辞了。杨老板，您多保重吧。怎么，你也是来看笑话的吗？难道说你我之间除了笑话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？怎么没有啊？等太和一开张，太和开张，不就什么都有了吗？这不，五天的厂租都已经送来了。你不怕这钱不干净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些钱是卖身的钱。卖身？你说谁？说的是你。我卖身，我卖身。好一个了不起的雪儿啊，你的威风倒完了吧？你怎么不说这场都是怎么来的？太和是怎么开的账？你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良心让狗给吃了？什么意思？哼，谁不知道这是正一太租你身子的合同？契约人梁胜春自愿到正宅交息五天，五天之内不得离开正宅半步。这是你把莲花卖给李大头的卖身契。你胡说！报告，杨老板，今天是李将军和莲花姑娘的好日子，请您去喝喜酒。天哪！
快走啊，快快点。把君还。